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，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《龙大漫漫长夜》，哇，有圣光的祝福，看来今天会有不错的表现。好了，我们离开了啦。等一下，我应该要先把东西放下哦。我昨天好像也是搜寻了一堆，那个重量还超过，不对。我应该要把一些东西放在家里面，然后再出去打拼。哎，这个是领出来，我要放进去。这个不需要放进去啊。待我放完之后，我们再出门。油放进去。哎，这里有一个钓鱼线呢，昨天说要做，都忘记做了。钓鱼线这里，开始制作。做完就差不多了。嗯，我今天又要去把这附近那个上一集也不是啊，就是好几次这个哦，这没事。那个我来到这个小镇，滨海小镇已经一段时间了，可是还没有把滨海小镇全部探索完。有没有？那里还有一栋，这里应该是最后一栋了吧？这个等一下，那个是什么声音？这几栋我都探索过了。这里有两栋，应该有吧，一栋啦，这里有一栋，然后这里一栋，我这里还差一栋。探索完这一栋应该差不多了吧，应该就没有其他的东西要探索了吧。先开箱子，哇，这里面的箱子都有报纸卷耶。诶，这里有一个，哦，那边有一个烧掉的，这边真的很多着火的房子耶，每一间都被烧掉。没被烧掉，还要钉起来。滨海别墅，我们继续翻箱倒柜。我们已经来到这边，哇，又是兔肉。来到这边一阵子了，翻出第二个什么？我在想什么？哦，已经来到第三天了，进入滨海小镇的第三天。我们在里面继续的翻，大概翻两间就要休息一下。因为常常遇到蓝纹，然后就要休息了。不得不休息啊，被迫休息啊。哇，这里一个好多吃的哦，很怕我饿是不是？微波炉里面有没有东西？没有。继续看箱子。哎，这个还是没有糖果棒，东西真的蛮多的，吃的很多。这样子我也不用煮东西啊。还有什么吗？这里没有了，看一下这个。喂，没，哎，有，哎，有水，竟然里面放水，冰箱这么大坑，里面竟然放水，还有东西吗？这里有一个木槽，有绷带，哇，这样翻来覆去，哎，不是翻来覆去啊，翻箱倒柜，翻来覆去，好像在讲什么怪怪的东西，这个翻箱倒柜还蛮爽的，哎，这间有壁炉，哎。这一间有壁炉，哦，这一间好棒哦！哎，这一间适合人居住哎。没有加油站这么适合了，我们还是住在加油站好了，半圆顶加油站里面还有圣光，没有比那个有圣光更强的了，有圣光加十分，好不好？虽然感觉那里，哎。这里也有圣光哎，而且这里更像一个家，有没有？加十分。我晚上的时候来这里睡觉，好不好？为了睡觉，为了来这里睡觉。哎，不要啊！我干嘛休息？我刚才在想什么？我刚才想说我要不要休息一下？不要啊！干嘛？莫名其妙，我是这个怎么点不到啊？里面有东西吗？应该是没有了，这里看过了。哎，看一下这里面，抽屉有渔夫衣。这里有三个打开了，隔热背心。这个看一下，继续看。空的，这里有东西吗？我发现他们没有。
在外面的衣架，哎，就是很多节省空间的话，就是像这个家不大嘛，哎，不大，其实也蛮大的，就是有人会在家里面立一根那个柱子的衣架，我觉得还不错，那个全部拿走。哇，这里好多水哦，也不用烧水，也不用，哇，这里面竟然放袜子，哎，这里面也不用烧水，不用煮吃的。什么都不用，真好。我还是回去。我这里的圣光真的很吸引人呢，怎么办？我被圣光吸引了，怎么办？好了，我正式定居到这一间里面。我竟然被这里吸引了，因为我觉得这里有更像家的感觉。虽然这一个家没有工具台。可是住在这边感觉很舒服，有没有？还有冰箱，有前门后门，住在这边感觉很舒服，这才像一个家。我把一些吃的喝的先放进去，让我不要背这么重。然后我要去搬运东西过来，我先全部放进去啊，全部转移，全部放进去。我现在要去那个什么。我是不是年纪大了要吃银杏啊，常常忘记自己要讲什么。我先去那个加油站把东西通通运过来。我正式定居这个有狗屋的家了。那些皮革呢我就不拿了。那些放在这边晾的东西我不拿。有没有，反正两间很近。我就要工作的时候我就再过来工作。有没有，工作上班和住家分开。这里是我的上班地点，全部带走，全部，哇，好多好多，重，哇，重，好了，我带不走了，我不要再带了。其实我分多趟一点应该比较快吧，我放一点回去好了，我干嘛拿这么夸张啊？放一点回去。我带个42，我带个40公斤就好了，40公斤还可以跑，好，40公斤可以跑，能跑就好，我就带这些东西跑来跑去，这样运的会比较快，不然每一次那个拖拖拉拉的没有比较快，哎，是不是有狼在叫？没有，吓唬人的吗？好，到了，有吗？你看这样比较快嘛，可以奔跑比较快。我们现在要那个分离政策。这里放工具，这个木箱放工具，要油放在这里。那个我觉得木材啊油应该要先放在这。这些要烧的放在这里，因为它离火堆比较近，有没有？离这个火堆很近，因为火堆旁边没有可以放的。这下面有没有东西啊？蹲下来看一下。好了，没有。然后把一些里里扣扣的工具类的放在上面好了。工具类，这个算工具类吗？啊，不知道啦，放进去啦。这个一定是工具了吧？我觉得有用的要放在这里，有用的比较常用的跟民生有关的，这个跟民生相关的物品，开罐器，这个应该不是跟民生相关的，跟民生无关的放在这里。我还有拿到很多衣服，我觉得最重的应该是衣服吧，衣服就要放衣柜啊，放在这里。这里的柜子好多哦。好了，都放完了，第一趟搬完了，再去搬第二趟。哇，这种近距离的搬家，我到底为了什么要搬家啊？为了住得更舒服，有没有？让自己更爽快，所以才搬家的。其实不是这一间不好，是这一间太像工作的房间了，所以住起来没有这么爽。我们要住的。舒服，
宜兰，所以搬家，舒适最重要，都带走。好了，还有什么要带的？这些空的，这个，这个有一些重量哎，哇，这个光烧的东西就这么多、哦，哎咻，都带走。好了，这些皮我留在这边，这边就是晒皮厂，然后晒完之后干了可以直接拿来做，做我需要的东西。我们回去吧。可是我发现我好像根本就不太需要做啊。哎，我需要的也是缝缝补补而已。哎呦，开始吹暴风雪了是不是？开始会冷了。我开始会冷了耶。我现在想一想，我思考一下，我根本就不需要盒子那个工作台啊。我好像真的不需要什么工作台耶。工作台要做什么？做第一。做。对啊，工作台要做什么？不知道啦，我先把东西放进去啊，等一下再来思考这些问题。差不多运完了，我刚才思考了一下，我好像真的不太需要工作台、欸。我要做钓鱼线，做那些什么有的没的，用到工作台的几率真的微乎其微、欸。我先来看这个，这一辆车，打开引擎盖进去里面。哦，这辆车已经在这边很久了，一直都没有来看。汽水还有什么？遮阳板里面没东西。好，到后座去。后座，我有空应该要先进后座，然后再看前座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好像比较合理哦。哎，有吗？止痛药，后座藏止痛药。哎，哇，这个还有一头狼就死在这，到处都有狼尸体，都是我打下来的。看到一个打一个，打死你们！我要把这些拿回去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到底有什么可以做好不好？第一，火把、捕兽圈、鱼钩、钓鱼线、钓鱼器具、兔皮手套，这些我都不用做哦。救生弓也不用，箭杆放在这边亮吗？还是拿回去？不要，就放在这好了。我们今天就把这个熊皮睡袋拿走。今天就那个去更后面一点走好了。这一条路我走到一半了嘛？这个我还记得有那个，等一下，那里是不是狼？哦，倒下来的。现在看到狼还要确认他是倒下来的还是站着的，站着的就打死。带一点食物出门，也不用带太多，带两个兔肉感觉会坏掉。花草茶，不是要带花草茶，带两罐汽水。我现在有到底带了什么在身上啊？三罐汽水，带这个好了，野战口粮，还有能量棒，两根能量棒，一包野战口粮，好了，差不多了，走了，这样就够了吧？我要不要带水啊？好像水都不带，很猖狂欸。好了，不用了啦，我先走了。这附近有没有狼？这里面有什么？这个有个平台可以走上去欸。哇，他们家有小阳台，欸。这里没坏掉啊！怎么了？不让我进你家门就算了，连小平台都不让我进去看哦！怎么那么小气啊你？这个坏掉就算了，可是那里真的没坏吧？再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，1、2、3、4、5，五阶好好的啊！他就是不等我们走进去，那里是不是还有房间啊？又是烧掉的，这里烧掉的建筑物真的很多欸。你们是怎么样？这间没有烧掉，在马路的对面。这间我有来过吗？怎么感觉好像有来过？
发现新地点没有哎、欸？怎么长得这么像啦？我其实应该不用带吃的，对不对？带吃的只是徒增烦恼而已。越带越重，徒增烦恼。好好好，都翻一下，都翻一下，翻箱倒柜中。哎、欸，有东西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这里面一杯花草茶，很好，放回去，继续看。那个，我其实比较喜欢喝咖啡啦，花草茶没有在这个，在这个里面没有这么强啊。我很少喝花草茶、欸，哎，咖啡比较常喝哦、啊。咖啡减缓疲劳，花草茶是恢复的快，所以。可是我不需要恢复的快啊，睡得越久不是越好吗？你们说是不是？哎呦呦，银龟哎，已煮熟，睡得越久越好啊，这是我的策略。那个睡得越久，不会有人说你浪费时间啊，因为我是为了恢复体力才睡觉，我是有正当理由睡觉，不是不正当理由乱睡觉，对不对？这是有差别的，把这个银龟吃下去，不知道放多久。为什么那个耐久度还这么高啊？非常神奇耶，我觉得全部吃下去啊，这个应该还会剩下一些肉末。我这桌上有花生酱，还有吗？这个柜子里面有没有东西啊？没有，这些杯子都只是装饰品，杯子盘子都是装饰品。这里有一个衣柜。会不会纳尼亚传奇就这样走进去？不可能。以后那个衣柜打开就是另外一个世界，有没有？地图就藏在衣柜后面，这会不会太传奇了？我觉得制作群不可能做这个事情啊，这个又不是科幻、不是啊，这又不是奇幻游戏，对不对？做成那样就太夸张咯。那继续翻箱倒柜。哇，我这个五斗柜，这个不止五斗了，这个柜子比较高哎、欸。虽然跟这边一样的感觉，可是这里，哇，这已经到眼睛的感觉了，到肩膀、眼睛这附近的高度了。看一下这床头柜里面没东西，另外一边呢没有。哎、欸，下面有报纸，有时候我是不是应该要蹲下来看一下、啊？他不会藏得这么的隐秘吧？谁知道啊？报纸还有东西吗？没看到，这里这个又有了，全部拿走。还好我没带水出门，我离我家很近，我随时可以回去拿。看一下这里有没有藏东西。好了，没有，收起来。我们现在要走回去了。进进出出人家家门，反正也没有人，全部都马是我家。去看一下那边会不会有死人？这里有一艘翻覆的船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个是什么？鹿吗？哎、欸，我要过去看一下。哇、哦，鹿哎、欸，鹿哎、欸，是鹿哎、欸，割鹿皮，我要割鹿皮。被啃过的有，还有鹿皮。1小时25分钟，50分钟拆解，应该不会冻伤吧？不管啦、啊，先拆啦。那个鹿肉我没有兴趣啊。返回，我现在只有对那个有兴趣而已，对皮有兴趣。我等一下再把皮放到晒皮场，然后那个我是不是应该喝两杯比较好？不要了，我不喝了，喝水就好了。那个饮料有卡路里，喝了浪费。刚刚喝了我就觉得有点浪费了，喝水比较不浪费。我现在回去我的晒皮厂，把这个鹿皮放在里面晒。这里有两间是不是啊？我刚才是探索那一间，所以这一间还没看过。滨海小镇好大哦，好多房间哦。哇，这个还没看过哎、欸，我刚刚有翻烤箱吗？有点忘记了哎、欸。哦，有，拿到银龟嘛，对不对？白龟还是银龟？
忘记了，不重要啦，反正就拿到一条鱼，然后我还把它吃了，拿到的瞬间就把它吃了。嗯，巅峰牌，看一下这个微波炉里面，哎，一杯咖啡耶！微波炉里面有咖啡，真好。还有什么？哎，没东西。好，冰箱嘞？冰箱是空的，冷冻柜。哦哟，有一个未煮熟的兔肉哎，未煮熟的，我好久没有生火，为了这个兔肉，这里也有圣光哎，这个的摆设跟我家好像哦，你看也有一个火炉，这根本就是一模一样的成色吧，也有圣光，真的哎。摆设一模一样，衣服就放在床上。这是谁留给我的啊？感觉有点恐怖。架子上没东西，这里应该也没有吧？继续翻一下这个柜子，也是三个打开，三个合起来，这也太刚好了吧？你们连柜子都一样是不是？打开的方式还要都一样是不是？这个计算太神奇咯。来啦，走到里面，这里面也有一双袜子。哇，你们心电感应哦，这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竟然发生在这两户人家里面。我以为我在看重播欸，刚刚翻完又翻一次的重播。不是哦，你们不是在看重播，虽然整个系列就很像重播。好了，我翻完了，这里还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个地下室不能翻哎、欸，好可惜哦，这是做好看的，做心酸的。好了，我们回家了啦，居然做好看的，那里是不是有东西啊？等一下先去放东西再说，不急，不急着看，慢慢来好不好？有一只狼帮我们镇守我家门口。哎、欸，这不是我家，这是我工作的地方。我在加油站上班，我现在是加油站的站长，不是打工仔哦，我是站长。把鹿皮放在这里，我今天没遇到狼哎、欸。是因为我没有走很远，所以没有遇到狼吗？先把鹿皮放下，然后把肠子放下，鹿皮肠子，还有什么东西要放下的？没有，我拿的好像很多都是衣物哎、欸。我有点累了，今天逛累了，在这里面走来走去会累。我喝一杯花草茶是不是？是不是可以继续逛啊？不管，先回到家里面，把我的衣服放好。哦，我听到什么声音？好像有人在讲话的声音哦。那个风声吹过，好像有人在讲话哦。那个风会不会大到把这个盖子吹起来啊？应该不可能吧？应该不至于。而且我真的觉得刚刚风吹过那个荡秋千，是不是好像有人在喃喃细语欸？我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那个一个人在野外求生啊，这算野外吗？反正一个人在这种末日求生，那个多多少少会听到一点幻听幻觉，有没有？我刚才可能就有一点了，这是一个很恐怖的现象欸。我先把我的衣服放好，而且我觉得这个柜子可能不够放了，都要放满了，我直接放在这个大的好了。我的柜子这么那个什么，衣服这么多，这里可以放40公斤，应该够我放吧。哇，这里有一个比较好的帽子欸，85%，其实两个没有差很多，那就不换了，还是一样把它放进去。鞋子，其实我鞋子已经放到这里，鞋子都放在这里。这有点像是鞋柜，嗯，好一个鞋柜，我有专属鞋柜，一双鞋，
一公斤有没有？哎、欸，也有两公斤的、欸。越重的鞋子越好，是不是？我现在，哎、欸，为什么还这么重啊？我到底背了什么这么重？感觉没东西啊。好了，不重要了啦，先睡觉了。那个起床再处理。还有六小时的阳光，六小时，我喝一杯花草茶，饮用一杯茶，这有讲跟没讲一样的解释有没有？解释比上面的文字还短。睡一下啦，睡个三小时，这样还有一点点阳光，还可以在外面劳苦奔波一下。真的有比较好吗？还是气喘如牛哦、啊！哇，你不觉得这个光圣光越来越满了？我先把一些刚刚拿到的一些东西，身上还是太重了。把一些水，我觉得应该是水太重，带太多水了。转移带1.5公升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出门了，出门了。嗯。我在这附近这个小镇应该看完了吧？我在这边花了很多时间，刚刚看到那个亮起来的地方哦，这里死掉的狼真的蛮多的，一头，这个不是啊，那边应该有两头吧？这里应该一头，有没有？一头，那里应该有一头，到处都有死狼，有没有？而且外面。哎呦，今天没有很冷哎，下雪下成这样，不会冷。雪下好看的，吓唬人的。我今天应该去，哦，这里又一头，真的到处打哎。哎，这个可以走上来，刚刚那个不得我走，为什么？而且我什么时候打死他的？哎。皮还没割哎、欸，你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一定是跟我用生命在搏斗的时候把他插死的。生命搏斗的时候，英勇的生命斗士。我今天还有一点时间，我想要去那个岛上，岛在哪里啊？其实我有点看不太清楚了。看不清楚就不要乱走，对不对？乱走没有什么好事啊。那个是什么？哦，那个是鹿，所以应该在这附近喽。啊，算了啦，看不清楚就不要走了。嗯，这里有一个活的，他要靠近我了吗？有一个活的鹿哎、欸，越走越近了吗？我怎么感觉他好像在远离我、啊？有吗？有吗？啊，跑掉了！啊，路好难打哦。好啦，回去了啦。这一间我看过了吧？哦，那个房间太多，自己有没有看过都不知道。不得不说，这附近的房间真的很多，都要以形状做区别。这一间是我家。有没有？有一个小烟囱，有一个暖炉，这里有一个不能进的，那个叫什么？地下室入口，感觉就很像丢垃圾，有没有？子母车，超像的。我以前拿垃圾在学校念书的时候，拿垃圾去丢，做值日生拿垃圾去丢的时候，就是这样，就是那个子母车。你要把那个打开，两边打开之后，把垃圾往里面倒，长得一模一样，看到就觉得很像丢垃圾。哇，这里还有吗？欸，那里有鹿欸。如果今天杀死这只鹿，我是不是就可以结束了？结束今天了，很难欸。哇，太阳要下山了，超黄的。而且我现在会不会累？会不会举起枪的时候偏掉？现在视线又不佳，我很接近他了。我们再慢慢的跑，去死吧！
哎、欸，没死！哎、欸，我有打到他、欸，哎，他有喷血、欸，我应该跑起来去追他，他应该快死了吧？啊，算了啦，算了啦，我打他的胸口、心脏附近呢、欸，因为这告诉我们。这个游戏只有头没有心，有没有？我们回家睡觉了啦，不管他了啦，只有头没有心，打心脏没有用，要打头，说不定改天他就倒在地上了，因为中了之后会流血，他没有治疗就会死，就跟人一样，我们如果没有绷带。没有用绷带包扎伤口，让他一直流血，状态就会一直降到最后就零趴就会死了。你在漫漫长夜中一觉不醒，哎，不是，那不是你因为失血过多而死。他大概会跟你讲这句话吧？嗯，应该啦。好了好了，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小镇了。这个我家是小镇的最外围，哎，我要先去晒皮场啊。等一下，我东西有点重。还是先把东西放下来好了。我到底在种些什么？因为哦，因为累了，那就暂时先放在这好不好？不是我不拿去放，我明天就拿去放好不好？我今天累了，跑不动。哎，我家24小时都有圣光，是不是？真不赖哎。先睡觉，24小时的圣光，圣光不用钱，休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看一下。会渴，好，会渴，吃喝点饮料，把这罐饮料喝了，喝完来睡，耶、yeah ，睡五小时休息，继续看状态，继续会渴，继续喝饮料，半夜起来喝饮料，一定会蛀牙，如果没有刷牙的话啦，继续睡，哎，床嘞，床，哦，床在这。睡五小时，哦，他还有六小时的黑暗呢。嗯，所以我要睡七小时，直接睡过今天。不要睡，先睡五小时休息，睡饱了哦。要睡饱了吗？起床，现在哦又渴了，哦，好容易渴哦，全部喝完。所以喝汽水真的不会很止渴，比较甜而已。我为什么没有睡到白天，睡到天亮？因为我觉得还是要直接把这个拿过去放，有没有？现在有体力了，可以冲过去哦，点着我的灯，小夜灯。哦，一出来就有灯，很狂奔过来。就为了要来这里放狼皮，有没有？我们每天都在割狼皮耶，欸，你看，遇到我的狼其实大部分都有死耶，欸，虽然他有咬到我，可是在我努力不懈之下，滋滋死耶，欸，看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里有六张皮耶，欸，还是我的肉有毒。咬过秋风的狼都死了，感觉秋风的肉很毒，有没有？咬过秋风的狼都难遭一死，可能是被秋风打死，可能是肉太毒死了。好了，我不要想这些了，把灯熄灭，来睡，再睡个两小时休息，睡过今天。我们特别起来把狼皮运回去之后又回来补睡，有没有？补眠很好。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会，拜拜。